给你发一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没本事拿你这一万块钱。嗯，我们从那个河南平顶山挖煤，然后给他运到山西大同卖了，赚点差价。嗯，那挺好。别他妈抽了，你抽的是什么烟？什么牌子？细的吗？小后门。那要粗的，你抽什么牌子？粗的我抽红利群，软的。抽烟只抽宣赫门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是吗？我主要是抽了粗烟，我睡醒了我就说不了话了，所以我就换成一天两包，抽什么都不太好，对嗓子。哎呦，他们没二，倒也没啥事。他勾出早了，他卡我经验了呀，没什么事。他卡我经验，他这勾的不是为了勾杀我，他是为了卡住我的二级经验。他是把我往后逼的，送给他吧。他为了逼我一步，让我少吃一个金战兵。啊，走位。上路打野，两个打野。哎，有没有喜欢的职业选手啊？职业选手，这虽然长得好看。哪位职业选手长得好看？我觉得德善就挺好。德善。咋晒驴脸长得好看，脸这么长，好看，好看。哦，还有别的吗？国内的呢？国内没有，都不太好看。哦，就喜欢咋晒。还有 Rookie 也可以。Rookie 很好。对。那你觉得 GK Love 怎么样？长得帅，但不是我的菜。哦，你只喜欢韩国人。哇，弘扬内外你牧羊犬啊，注意着，欢欢。罪恶。喜欢哪个战队啊？战队最近没怎么看比赛。以前呢 ？IG 是吧？对啊。嗯。最近很明显。你觉得物资怎么样呢？物资挺好的。嗯。长得挺有福气的。挺有福气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看这谁谁在不在这儿。看人只看脸吗？对啊，牛逼，长得挺有福气是什么意思？我操，说人胖呗。哎呦，男枪，这有个男枪。啊，过去好像有人头。以前有个韩国叫什么 Mr. Take 挺帅，没事，我有虚弱。这男枪是故意的吗？人头给位不让我 A 是吗？可能是。这种还让我回点血，不好打。这个谁点不好打？霞跟着我。用圣灵剑吗？物资付出了，你怎么看？挺好的，不过感觉骂他的人变多了。现在人不都这样吗？谁不被骂，打不好不就被喷，很正常。骂物资的人会越来越多了。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？本来他就有很多人关注。那也夸他人又多呀。是的呀，黑夜也会怕我。这我也去过。有人在，好像有人在，有人在。知道有人。没有我。好。趁黑出动。没有蓝方一。啥扛的塔、啊？没人打到他吗？这你也敢下车了？
实在是没有来了，他们音乐我保不住你的，有点伤了，今儿都没吃着着。哎呦，四级，这波四波兵没吃着呀，好伤。没治疗了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估计对面打野可能还要来。有闪吗？他们得到解脱。我只知道他没有治疗。越了他吧，给他挂点上，越了你扛着他，越了他。他有大，他有大。他怎么六级了？他怎么六级？哎呦，他等级领先我半级多呀！好。吸血鬼，吸血鬼，吸血鬼。他妈六级！影少一直跟人逼逼来来啊！又他妈不是我送，自己比人支援慢，怪他妈队友送是吗？自己支援太慢了，他刚才如果比吸血鬼早来塔下，他三杀我都死不了，来太慢了，我是被吸血鬼闪现大招给收了，我没注意，我闪现一男枪，吸血鬼闪现大招给我收了。我听见了你真漫天飞雨。哎，我操 ！A 不到了，我这鼠标没开自动攻击，塔下 A 兵不好 A 呀。该去找找新朋友了。A 一下的。又是我一个。A 一下的。A 一下的。费劲，让你 A 一下的，真费劲的。我 A 不着他一直在往后跑，怎么也因为他不是没跑了吗？他不可能不一直跑，他出塔他就得死，他肯定在塔下还手。因为你没 A 知道吗？所以呢你才 A， 你懂我意思吧？令人恐惧。他一直这影少一直问你，给他回一句行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。他问什么？他问怎么玩一直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回。他说怎么玩？吸血鬼六个一四杠零怎么玩？吸血鬼五零怎么玩？吸血鬼六杠零怎么玩？他一直问我，不知道怎么给他回。然后他自言自语：“黑魔法。”精神病院跑来的，我都怀疑他说的是引号台词。我操！一直问怎么玩。一直问的。一直问的我，已经迷到了。我操！还顶着红怒 Q 打他。小心点！哟，有点操作，影少不能进草啊！没事，我帮他闪，靠了！
傻逼，你妈不开血时夺我普攻吸血鬼。哎，这九百没拿着，好伤啊！不过我要拿着九百，这影浩能骂我一辈子一盘，估计。这九百要是我的，影浩能骂我一盘，我操！我要拿着影浩得挂机，我没拿也挺好。我拿他得挂机，我感觉你要拿他直接自闭了。但是我不去他杀不了，我不去吸血鬼不开血时他杀不了。吸血鬼吸血鬼血时躲到我 QA， 人头送给影浩，也挺畜生的吸血。一般都是人头送给其他位置，没有送对位的。吸血鬼把人头送对位的，也他妈挺畜生的。一般都是把吸血鬼来了，吸血鬼来了，吸血鬼来了。人头送九号，然后抓我是吧？怎么又给他送个九百？怎么还叫上了呀？现在你可以加速了。他又说啥？我要打开看看，我看看这人到底在说啥。这吸血鬼他妈精神病吧？吸血鬼，这吸血鬼精神有点问题。啊，他真没死。等一下嘛，还想去救一下他。怎么死？你救他？哎，真烦，一直刷我。我站着说一句吧，两位不要吵了，请给我一个面子。站出来，用咱们面子果实说一句。我刚才看着影浩操作了，他还会一点，他拉扯的还可以，其实他不是完全不会玩，他刚才拉扯的还可以，影浩。不是一个没有办法兑现一个六杠零的中单，确实不好打血五杠零血鬼。哎，你平时看直播没有说？说看电视剧、看直播吗？看电视剧不看直播。我有时候看看直播，那天女主播跳舞，知道吗？什么动感光波的什么的，大摆锤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男主播你看吗？呢？男主播你看吗？我看直播。你认识那斗鱼的三巨头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PDD 你不认识吗？你认识。马老师，五虎大司马，老二。啊啊。认识吗？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老三，启风风公子。风公子没听过。大司马和 PDD 都听过。哦，那没事了。我排个眼。好。黑夜也是他。啊，锤石没事预判我一勾，腰没事就正常一下，没事就预判。一杠五男枪凭什么锤石被锤呀？这位知道该保，这位看明白了。影少也不是影少，给我面子，不说话。影少还真给面子，影少你别说，面子这块还是给到了。影少不说话了。你有这个面子，其实也是没拿到那个吸血鬼的终结。啊，我也就是，我要把那九百拿了，现在应该不是这个局面。现在应该是影少一喷死的节奏。狗头都没敢说话，狗头真他妈怂狗。那九百要给我影浩，这不是这句话。还好没拿着，锅本得少一半，拿着九百。我都差点买上装备了，结果你没回家。我知道，我差一百块钱，我想回家直接那什么的。哟，单杀了！哎，他不是他刚
就下机了。哦，他上波没交，哎，我以为他交过了呢。哎，我失误了，我以为他没有满天飞雨呢。别他妈追了，你应该死定了。你应该把果子点了，说实话，这样他会，所以说他会慢一步，他没追了。哎，我以为他没有满天飞雨了。哦，这波没算好。哎，你是什么学历啊，欢姐？我想查你的学历。高中。哦，在哪儿读的高中啊？在私立学校。哦，哎呀，为什么不读了？读完高中？不想上学。那高中毕业后做的什么呀？陪玩啊。高中毕业直接做陪玩？对，我是先玩了两年游戏，然后就做陪玩。你是 S 几开始玩的呀？小心点。S3、S4 吧。来。S3 你多大呀？现在是 S4。 现在是 S13。 那就十岁以前，没十五六岁呗。哦，牛逼，你也算是老玩家了呀，欢姐。嗯，是，不过后来排位就是越来越不想打。那你觉得，哎，大飞老师怎么样？你觉得大飞怎么样？挺好看的。啊，飞客长得挺好看的。对啊。哎，我操，我问你，你说他人怎么样？飞客也好看。对，都好看。那谁长得不好看能说一下吗？不好看，除了我印象中这些人，其他的没什么好看。这个 Love 长得其实也挺好看的，不是我的菜，我跟你说了。你喜欢哪种的？哎，什么风格的呢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就必须是泽晒。什么叫必须是泽晒？我喜欢脸上不长东西的。嗯，把宁王介绍给你吧。行吗？嗯，不要。哦，你只喜欢韩国人，我发现。大飞、泽晒、Rookie。我又不是他们的。369怎么样？我都不看直播，不看直播。满天飞雨，哎，我操，这能勾着我的吗？哎呀，应该闪一下躲一下。这三一具尸体不应该是我的吗？哎，这文凭够着，我闪一下躲一下好了。我在走位了，其实。哎呦，差一下没死。钢铁侠这下就是因为。啊！快复活我们！我操，这没死。有小兵啊，他在带什么？他在干嘛呀？干什么？怪不得话那么多，原来玩的那么菜。笑死我！哎，这钩应该躲一下了，这钩能躲的闪现，但是我觉得他勾不着我了，好奇怪。哎，乌兹玩 Win， 我也玩 Win， 你这有什么区别？都挺厉害的。哦。那我厉害在哪儿？我记得打 AD 的好多人都喜欢 UZ。那你也不是玩上单的。我之前有个、有个打老板，有个老板，他喜欢打 AD 的，他也喜欢 UZ。他为什么不喜欢 GK Love 呢？说不定他入门的时候，当时是 UZ 的辉煌时刻吧。
说不定是 UZI 勾起来看完。没有喜欢。我真不追星，我只玩游戏。我操，完了。好，这你都敢下车。我想插眼呢，我感觉这波要来好。好，下机。那就锤石。突然间开始我这死的都是被勾到的。而且我每次打锤石都差一刀被勾到，最后一秒被勾到。猫一死，威音就尬住。我在，我也帮你挡不了这个钩子。你要不，你要在，我不一定会被勾到。我是为了救你才往那个位置上去的。这侠跟锤石不太好打，两个人都是反手，我一打他就跑，开裂牙开人就跑，俩人开人就跑，我还得隔着锤石而去杀对面，然后杀对面还得躲羽毛，躲完羽毛还有个漫天飞雨，这侠跟锤石都不是很好打。嗯，我每次杀完人都很费劲，他见到那边就跑，然后开漫天飞雨，开羽毛，锤石开人，开治疗，开烈阳之匣，护甲鞋，冰心，等级有点低是吧？剧本给他们安排的好。他们追我得死，我两次杀他差一刀转回，然后又被勾到了。我每次以为他死了，我收刀的时候又差了一下，被动太低了，五级被动就好了，我被动没算好。还挺专业的，每次杀真差一下，每次都差一下，当然上次这次不是。豆豆真能防守。追杀一做视野，是没事的。吸血鬼没用啊！吸血鬼，吸血鬼他妈臭莽夫，见面就打，打就死。一天两盒烟算烟瘾大的吗？啊？一天两盒烟算抽的多的还是抽的少？抽的多的呀。你十几岁就开始抽烟了？16岁吧。哦，15岁开始抽烟，那将来你会不会抽点鞭炮，抽点煤气罐？我为什么要抽鞭炮？我急着抽嘴里巴子，不是烟瘾上来了吗？哎，我操！镇定不住，弄个干锅吧。牛逼！闪现好勾啊！好勾。躲不掉啊，带导航了。往上躲也中，往下躲也中，走中间也中。哇操！好勾，算准我走位了。他看着我喜欢往下边走位。对，我觉得他是摸清你走位了，因为我看前期你没怎么吃勾，我就没先出干锅。你应该是被他摸透了。那我能让你也摸透一下吗？喂，傻丫头还在吗？啊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他在下好像没事干了吧？确实没事干，我想挑战一下。队友好像需要我们拯救，哎，从这个地方，从下半野去过去。哎，俄罗伊杀了他！巧，我刚抽奖的。再勾着我一次，我就吃屎，好吧？要打大了，我们可以推加。啊，这么疼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感觉他是要杀你，但是我没想到他闪过来杀你。我操！
影哨了，不站人说话了，怎么现在？哎呦我操，这太疼了，这个怎么办？我卡没留住。哎，我的问题，避回家，避回家，快点。嗯。这时候我轻敌了，明显要一闪的，我失误了。太明显要一闪我的。我得认真玩，我准备坐起来跟他玩。哎呦，这边我如果提前意识到他要一闪，我用表秀他一会儿就好了。我没想到我会死是吧？我知道他可能会一闪，但没想到伤害这么高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想到伤害这么高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他有可能会一闪我。我知道他一定是想杀你，但是他的伤害所以我开了大招，但是我这个大招伤害不太。应该早点开，早点开就好。你开早点，我血量能抬上来。开晚了，你开的时候我已经死，就开了一秒钟，就加了一百滴血，是吧？是的。不过也不能怪你，连我都没有算到这个意思，不能怪你。这血鬼确实威音克星啊，好痛、风龙锤也太好用了。这是来搞笑的，这风中火也太好了。Unbelievable, I like this dragon。狗头一下兢兢业业的啊，是 AP 狗头。哎，说实话，对面装备都挺好的。我一看这个饮血剑加训刃加海妖，然后虚空之杖加血治疗加黑剑，对面还出装备都挺针对的，你没发现吗？还出了减治疗这批。Rampage. Shut down. 哎，能给我发张照片吗？影了，我想看你长什么样子，咱俩换一个行吗？要好奇一点。小心点。哇。咱俩又不谈恋爱，随便瞅瞅就行了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不行。一点也不真诚。咱可以直接视频，我觉得，要脸对脸。You can see me, I can see you， 咱俩可以。不必了。那可惜啊。一般我点妹子，他们还是愿意发张照片的。那你等着点下个妹子吧。他这有哨，这他妈丧，倒霉啊！哎呦，每次都差一点啊！疯狂预判。我操，确实可以，每次都差一点点，会玩儿是。Okay.